全给拍虚了，就是老爷子全给拍虚了。挺好的，我觉得虚的挺美的。看一下，很喜庆，爱好文化，这不是一个鼓励啊！我觉得这个路子才是对的，因为就像你说的，一双一，这钱就别照了，给您卖出去两本，又卖出去，哎呦，厉害厉害厉害，正好这笔会就有了，这本李然、常红，还有范小明，感谢你们，也谢谢曹丽。曹丽既是朗诵者，也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编辑。手好吗？飞个吻，然后等一下拍张照片。Ladies and gentlemen.Welcome to Flushing Poetry Festival 2019, our ceremony and the poetry reading events. I'm the host Richard Lee. 各位来宾，上午好，欢迎来到法拉盛诗歌节。今天是颁奖典礼和诗歌朗诵会，我是主持人李昌龄。谢谢各位。转眼又是一年，今年是第二届的法拉盛诗歌节了。我想首先请问一下来宾们，参加过第一届的给点掌声我听一下，谢谢。很高兴大家和我一样健康的来到这里。那么过了一年，我们的心是否还依然像一个诗人一样澎湃激情？大家都知道，法拉盛诗歌节秉承着扶持和推广华裔诗歌创作，打造海外华文诗歌品牌的宗旨，今年已经是第二届了。那么本届诗歌节呢，在第一届成功的基础上，征集到了海外华裔诗人的数以百计的作品，那么也可以说诗歌呢参与到了当地社会的文明。那么很多的朋友可能也很关心，说诗歌节的那些得奖人们，他们去年拿奖，他们是不是有很高的水平，今年会不会还是他？就着这个问题呢，我跟我们组委会的朋友们有一些交流，我用英文呢给大家上一堂课。首先呢，我就问他们说 How are you 和 How old are you 这两句话翻译成中文什么意思。那么第一句话很简单， How are you 怎么是你， How old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但我们的诗歌节当然不会怎么老是你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可以跟大家先打一个保票。今天我们的颁奖典礼上将在今天才正式的宣布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结果，所以呢在这里
有入围的朋友们或者是参选的朋友们，希望你们今天能够获得我们诗歌节的荣誉，成为我们历史中的一份子。那么组委会呢，今年收到了我刚才说了数百位诗人的作品，他们呢不单只是来自我们法拉盛地区，来自全美、加拿大、海外地区，所以说今天我们都是诗人，整个纽约都是诗人，整个法拉盛都是诗人，因为外面在下雨，一会儿就干了。但不管怎么样，诗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族群？大家可以问一下自己。其实我对诗人一直都有好感，因为我听过这样一句话，叫做漂亮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无一。我想把这个送给我们的诗人们。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请出我们的大会主席。可以说如果大家都是诗人，我们都是同道中人的话，那我们的诗歌节有一个谐音，也是诗歌节。我们请我们的大诗歌阎立，阎立先生，著名的诗人、艺术家、作家，1973年开始写诗，1979年进行了绘画创作，2018年担任法拉盛诗歌节主任委员、纽约海外华人作家笔会会长，掌声欢迎。谢谢大家，欢迎光临。那么我们的诗歌节在第一届的基础上，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然后呢，第二届呢，我们增加了一些奖项，一些项目。那么我们把第一届的那个得奖的作品，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呢，翻译成了英文。这样，我们这次出了一本双语的诗歌，是为了跟当地的英语阅读者进行交流。这样他们会知道我们这个诗歌节在做什么，所以这是我们第二届增加的这一个环节。我还特意请了就是美国诗人叫 Dennis Mayer， 但他也是个汉学家，所以呢他跟我们合作，就是说翻译了这些诗。这次他也从西雅图过来，那么一会儿他也会有一个发言。另外呢，我们这次也增加了一个翻译奖，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写诗的人在这边时间长了，同时英文也不错，那么他们把一些他们认为好的诗歌或者自己的诗歌翻译成英文，这样也提高我们新移民的那个英语水平。那么这次也设立了这么一个翻译奖，就是诗人把自己的诗翻译成中文，翻译成英文。另外这次呢，我们收到了250几位作者的投稿，大概在500篇左右。那么有40位那个翻译奖的那个竞争者。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在一会儿的时候就会公布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这次还有一个特等奖，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赞助，所以设立了一个特等奖。那么还有一个翻译奖，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次，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本翻译的书呢，可能在旁边那个教室，它有一个可以购买。谢谢大家。啊，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今年呢又有一些新增的项目，比如像翻译奖。那么明年呢，我们可以把汉语翻译成广东话哦。当然这也可以作为一个奖项啊，如果可以考虑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刚才阎立作为我们这次的大会主席呢，特别提到了一位从西雅图不远万里赶来的嘉宾，也是我们的 Dennis Mayer。梅丹利先生，那么他将上台为我们做主题发言，掌声欢迎。我来介
绍一下，他是美国诗人、汉学家，俄亥俄州立大学中文硕士，曾经翻译过多部的诗集文集，发表过自己的英文和中文的诗集。哦，我感到这是很殊胜的一个会议。我们作为诗人或者喜欢碰诗歌的人，他都是喜欢寻找个意义，他或者寻找不到意义，他要发出这个我找不到意义的一个哀叹，或者他要创造意义。反正看到这样的一个大会，会想到他的一个重大意义。这个是这么多人华语作家和诗歌爱好者来到一个地方，在纽约创办一个华语的诗歌节，这是我没想到我会看到的一个场面。我在大陆参加了一些诗歌节，可是没有梦想到美国也会有，然后突然就是来到一个梦中。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文是一个国际语言，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在读中文，都会有人在写中文，然后它是跟一个人群分不开的，这个文学的爱好，文人的文化，所以在世界最文化的这个层次最深的一个城市之一，在纽约也会有华人的族群，也会有他们热爱文学的一个人文精神，所以它的意义就是把这个对人文的热爱，把人文体现在生活中的一个愿望，就拿到一个公开的一个活动，让人家把它体现成一个公开的活动。所以我感觉到它的意味，对我来说，它让我感觉到一个文明表达它的这种精神内涵，它可以让你感觉到是一种大来自大陆或者来自中国族群的那种精神的表达，表达的是一个大的精神世界。然后这个大不是让你感觉到自己很渺小，因为你也是这个大的很乐意当这个大的一个世界里面精神世界里面的一个小部分，也是你自己的大，也是自己的微小，所以大和微小没有什么互相排除的。反正我只是感觉到这是我的非常大的一个荣誉，让我能够跟严厉在一起再一次参加诗歌的活动。我曾经跟严厉开车做这个长途旅行，我们沿路在美国，从不是横跨美国，是从洛杉矶开到西雅图，然后再开到一个小镇的一个诗歌会议。我们沿路开了10天的车，参加了沿路的好几个诗歌活动，也去见了一些西海岸的我的一些诗歌界的朋友，然后有一个机会是很细腻的在谈诗歌，细腻的在谈自己人生的故事，自己的回忆。这个让我从一个诗人的口中得到他的一个对诗歌的一个很细腻的诠释，是作为我的翻译的一个本钱。然后来到这样的一个会议，参加这样的一种脑力激荡、互相的一种激发的一个活动，也是我的往后作为翻译者和诗人的本钱。
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味。那我不想一直在这里讲话，我想互动。如果有人要提出他们自己的想法，看我对他有什么反应，现在可以提问题或者提出自己的想法。这个主持人可以帮我，帮我这个。好，那我们就给一个机会，有没有哪位朋友想提出一个问题，问一下我们的梅丹丽？如果没有的话，OK。好好。以你中文非常好的身份，你认为你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其实用第二语写作，这个是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很多世界上很多大国家的人，或者像欧洲，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候，可能要用第二语来写作。特别是很多族群，在别的国家，我自己也是。因为我热爱这个中文，我喜欢汉语里面的这个地方精灵，然后在印度，我也是最近去了一趟印度。印度很多人都在用第二语写作，这个有一个术语叫做 exophone， 就是用第二种语言，exophonic poet。然后，他是，我觉得他是完全另外一种写作，因为我写英文是，比较，到时候比较通畅的，很自然的可以写出来。可是中文我必须有点像长久的一个结晶，并且我能够保证是用的对，是我能。掌握的语言是比较通用的语言，我是等它这个结晶好了，我才拿出来。英文是试探性的，胡乱写也可以，可是中文我必须保证我要说的是什么，要表达的是什么，我知道要说的是什么，差别是在这里。你写的第一首中文诗，名字我有一个超短的中文诗，这也是被激荡出来，是只能用中文来写，因为我在中国人的社会里面，我有自己的内心的一面，是想要跟中国人沟通，所以在一个特别的情况下，就摇晃了那个果树。那个果树里面有一些水果没有下来，因为那个果树里面也长了很多蜘蛛网，反正下不来。可是碰到的那个情形，就让那颗水果下来，是一个短诗，是这样的。谢谢。那么我要引用一下。引用一下。不过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大家一会儿可能还会有兴趣向梅丹丽提问的话，我们在下午的2点钟。同样在剧场，我们会有一个汉语现代诗的英文翻译的专场。好，那首诗它是这样的，往后几年，不知要碰到多少考验，我愿临考抱他的菩萨脚，泥菩萨的脚让我更热爱大地。如果有他过不了的河，我愿在那儿游泳一整个的夏季。非常感谢。其实我们也真的很遗憾。
憾，因为我们每一次这个诗歌节啊，时间都非常有限，不能够让每一位在台上的朋友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感情，这是我们大会的一个遗憾。那么一会儿呢，我们还会邀请到很多朋友上台，那么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把我们的时间能够控制得更好。好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月啊，四月份是国家诗歌月。为什么选择在四月份呢？我自己的理解是四月份的时候天气比较好，然后呢就像我们舞台上盛开的花朵一样，到处都是鲜花灿烂的时节。在这个时节呢，能够激发起诗人内心的那种兽性啊，野性啊，这个用词不当啊，但是我觉得诗人的确得需要一点。那么到底什么是诗歌？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大诗歌严厉的发言，也听到了梅丹丽很精彩的对于汉学对于诗歌的一些见解。那么诗歌，我们下面就选择两首入围作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探讨到底诗歌是什么样子。那么也要感谢呢我们的曹丽，她在这次的筹备会上，包括我们整个今天的这个朗诵会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她选择的这个第一段落呢，可以说要告诉大家的是诗歌有哪些要素成其为诗。当然这种理论化的东西可能大家听不下去，所以我们就用两首诗来给大家朗诵。好的，下面我们请出朗诵者，一位是曹丽，曹丽呢是美国新闻机构的财经记者和编辑，另外一位呢是双一，双一呢也是很为我们诗歌节付出良多的人，他在第一届，这是第二次连续参加，而且他是从夏威夷飞行了十多个小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掌声欢迎两位。小小的有个更正啊，我们下面我们两位为大家呈现的作品呢，不是入围作品，是因为我想今天因诗而聚，我很想找一首诗人写的关于诗的作品来诠释一下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首先我是在一位中国诗人的诗里，他用这个文字勾勒出的一幅图画里就看到了这样的一种解答，题目叫《巧遇》，作者碰巧呢就是我们的共同主席严厉先生。作品的时间创作于四年前的国际诗歌日，也是一种巧遇。下面我就为大家带来。巧遇，作者严厉。去了公园的河畔，因为先辈们早就发现，语言从柳枝上刚刚垂下来时，最适合朗诵。这天还巧遇了世界诗歌日。尽管它并不比其他的节日更出彩，但它被春光勾着手臂的出场一个王。恍惚中我看见来不及回避的黑暗都在原地那诗它有什么特质而区别于其他的艺术形式呢？这个问题呢，我是在一位美国已故的诗人那里，一首诗里找到了一种解答。它的题目就叫《诗的艺术》，作者Archibald MacLeish 是
一位曾经生前获得过三次美国普利策奖的诗人。下面我先为大家来带来他的这个英文版，一会儿双一呢给他带大家来朗诵他中文版。Ars Poetica by Archibald MacLeish. A poem should be palpable and mute. Dumb, as old medallions to the thumb. Silent, as the flight, as sleeve-worn stone.Of casement ledgers where the moss has grown. A poem should be wordless as the flight of birds. A poem should be motionless in time, living as the moon releases.By trick, the night entangled trees. Living as the moon behind winter leaves. Memory by memory, the mind. A poem should be equal to, not true. For all the history of grief, an empty doorway.And the maple leaf. For love, the leaning grasses and two lights above the sea. A poem should not mean but be. Thank you. 下面双音就带来他亲自翻译的中文版，给大家可以更好的理解。安静可以触摸，如一颗饱满的果实，淡雅如拇指下古旧的勋章，沉默如衣袖磨光的窗台石，青苔已爬上边缘。诗是无言，像鸟儿飞过。诗当在时间中静止，如月亮爬升，离开如月亮一节一节松开夜晚纠缠的树枝。告别，像月亮在寒冬之后一步步走出记忆。诗当在时间中静止，如月亮爬升。诗应该等于不真实。对一切过往的伤痛，它是一片枫叶，一座空空的走廊。对爱，它是弯曲的草，两粒海上的灯。诗不意味着什么，而是存在。
谢谢两位朗诵者，我们再次掌声献给他们。诗歌一定要诵读，才会让人感受到一份力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有更多的环节。大家都知道，在我们法拉盛诗歌节举办的历程中，我们的很多的机构、很多的部门呢，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其中就有我们法拉盛图书馆。法拉盛图书馆呢，作为我们诗歌节诞生的地方，我们的馆长曾阳呢，他正好是特别希望能够再次登台，跟我们大家说一些祝福的话，但是呢，他现在是在度假的时间，所以呢，他想邀请，也是委托他的同事，我们的邱新叶馆长呢，来把他写下来的一段话跟我们现场分享一下。同时，我们要介绍一下邱馆长，也是我们法拉盛诗歌节的颜值担当，掌声欢迎。我们法拉盛图书馆的馆长曾阳在度假，他特地写了一段话，让我为他念一下。我觉得这段话虽然他是昨天晚上才发出来的，但是写的像散文诗一样，可能和我工作一起近一年多受到了一点影响。我代表法拉盛图书馆对第二届法拉盛诗歌节的隆重召开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们知道四月份是美国诗歌月，诗歌作为一种文学题材，它可以高度地反映生活或者经历，它饱含着丰富的情感，可以让人抒情言志，或浮想联翩，或意犹未尽。诗歌顾名思义，歌像音乐一样具有韵律的美，在我看来，在所有的文体中，诗歌是最有美感的文字。感谢诗歌节组委会成员们为筹办这次活动所付出的辛勤的劳动，对诗歌节能在法拉盛图书馆召开，我感到非常荣幸。最后，我祝愿这次诗歌节圆满成功，谢谢。谢谢。就在一分钟以前，我们看到了我们华人的骄傲，也是我们现任的国会众议员孟昭文，来到了现场，大家一起掌声热烈欢迎他上台为我们致辞。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跟破秋总干事还有我们不光是 Flushing 华人社区，而且好像很多作家、很多朋友都是从全美国都今天来到我们法拉盛，今天也觉得非常骄傲，能够跟顾议员还有我们的 Toby Stavisky 参议员一起欢迎到大家来到皇后区。Flushing Poetry Festival 是在 Flushing 之前前年没有这种活动，可是我觉得对我们华人社区，尤其是我们第二代ABC 非常有意义。我的儿子今天也陪我来，虽然他现在只是六年级，他现在也是在学校第一年开始学这个写这种 poem， 虽然他也现在只是用英文写，可能 one day 可能可以跟你们学习。But anyway， 就是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也借这个机会，谢谢大家，就是让我们法拉盛 Paul 为我们社区做了很多的事情，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给我们一个机会聚在一起，庆祝一个非常有意的这个诗歌节，希望大家身体健康，谢谢。代表美国国会一封信，恭喜我们的 Flushing Poetry Festival. Please accept my best wishes for a wonderful celebration and much continued success. 恭喜，请上。
好的，那么我们下面请我们的大会主席王瑜、严丽以及我们的邱新叶馆长一起接受这个国会的奖状。谢谢，也非常感谢 Grace 今天能够专程来到我们的现场，掌声献给她。好，下面我们要邀请的是纽约州参议员斯塔文斯基的代表杨明文。哦，是，哦，这个按照我们的大会流程，好吗？好，我们来掌声欢迎。杨明文，我是这个选区的州参议员斯塔文斯基办公室的主任。那我今天呢，想代表我们的州参议员斯塔文斯基女士，祝贺组委会成功举办第二届的诗歌节。那我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参加这个第一届的诗歌节，印象非常深刻，有些诗我到现在都记得。我记得那时候，听那些诗歌是有掉眼泪，因为非常的能触动人的心扉。那我特别感动的就是组委会把这个诗歌节定义为是法拉盛诗歌节，因为虽然参赛的这些诗人的作品来自于世界各地，但是他们非常以法拉盛的这个heritage 为自豪，所以专门命名为法拉盛诗歌节。而且他们去年就已经把这个组织注册了这个501c3这个状态，就是说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知道组委会是非常用心做这件事情。那我自己非常感动的是我自己也在这个诗人群里面，我能看到每天大家都发非常多的诗歌，就是诗歌是融入大家的生活，你们并没有拿这个诗歌作为一种炫耀自己的才华，或者是说拿它来赢得各什么东西，你们是每天真的是认真在写在抒发，在真正是生活中的诗人，所以我特别的敬佩大家，我觉得这是我的个人的感受。那我现在呢有一个来自州参议员的贺信想发给我们的组委会，看哪一位上来领取一下。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我们的严厉先生也是颜值担当的。那就你既然这个清点了，都不就请虽然严厉老师作为颜值担当，但他现在已经不靠颜值吃饭了啊。好的，刚才特别，其实大家也在提醒我，为什么我们要把顾议员留在后面呢？因为顾议员就是我们当成自己人了，所以我们把他放到后面作为主宾。那么下面我们要请的是，州众议员金对西的特别顾问杨艾伦上台致辞，掌声欢迎。谢谢，非常荣幸能够代表金对西众议员向我们各位在场的诗歌爱好者、创作者、施行者、推广者致上最高的敬意。如果这个诗歌大师余光中在世的话，今年他91岁了。所以呢，为纪念他，我觉得致辞呢最高的敬意应该是跟大家一起参与这个诗歌的朗诵，所以我送给各位一位一首最符合我们现在的情景一首诗歌，给点音乐，谢谢。 Enjoy。
让春天从高雄出发，让海峡用每一阵潮水，让潮水用每一阵浪花，向长长的堤岸呼喊，太阳回来了，从南回归线，春天回来了，从南中国海，让春天从高雄登陆。这轰动南部的消息，让木棉花的火把用越野赛跑的速度一路向北方传达，让春天从高雄出发。谢谢各位，来带来了众议院的表扬状。这诗歌节呢，我非常支持，因为这是我一直没有完成的梦，所以除了去年参加也朗诵诗词之外呢，今年我还做了这个赞助者，也捐献了从我公司捐献了经费。我希望我们诗歌节从法拉盛出发，然后呢获得世界的认可，圆满成功之外呢，也能得到社区和政府的经济上的支持，来感谢。谢谢图书馆和中副馆长。精彩的朗诵，非常感谢。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要特别请出的，大家都说他是我们法拉盛的市长，实际上呢他真的是默默耕耘，他本身的一段人生经历其实就写出了我们华人在美国的奋斗史。下面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纽约的市议员 Peter Gu 顾亚明先生上台致辞。谢谢我们李先生啊，各位法拉盛的诗歌朋友，谢谢各地来的来宾，大家我们下午好啊，非常高兴看到你们来这里，我们法拉盛图书馆参加这个世界诗歌节的活动。我本人也不懂写诗朗诵了，我的国语还写得不好啊。但是我听大家说的朗诵的诗都非常有意义，我觉得这个诗就是代表我们里面心里面想说出的话，但是不是千语万语写出来，其实简简单单十句话、十来句话、二十句话就写这个很美好的故事，一个美好的时光，一个很美好的风景啊、人物啊，什么都用。简单的就用心里面话说出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个人还是做不到这个事情，所以我非常欣赏你们，感谢你们，希望你们每年都来参加这个诗歌比赛，今天我带了个表扬信送给你们的大会的主席严立先生，他过去四五十年。我为这个诗歌节、为中国文化交流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今天我代表我们纽约市议会颁发一个 proclamation。这种 proclamation 是不是每个人有的？我们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核在我们市议会里面有记录的，就是永远都有记录的。所以代表我们发信献这个表扬状送给我们严立先生谢他对过去多年来对我们诗歌节的贡献，还有我们中美文化的交流的贡献，谢谢大家，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下午，祝大家祝今天的节目圆满成功。
感谢啊，今天我们的顾议员带来这样的一个荣誉。其实啊，真的回望过去，虽然我们的诗歌节只有两年，但是华人移民美国却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能够在今天我们用诗歌来抒发自己的情怀，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如果大家回望一下最初的华人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有时间有雅兴去写诗吗？而今天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也要非常的高兴的是，无论您是来自于香港，来自于台湾，来自于大陆，但是我们却把我们自己的影响，我们扎根在美国这片土地上，选出了我们自己的民选官员，也感谢他们为华人发声，谢谢你们。下面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我们的大会主席王宇老师上台致辞。那么王宇呢，将会为大家来宣读我们发来贺函的一些民选官员的他们的内容。简单介绍，王宇是著名诗人编辑，成为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会长，曾经担任文学刊物今天的编辑室主任，以及美洲华侨日报纽约副刊主编，掌声欢迎。今天非常高兴，我本来想这么坏的天气，加上今天这个地铁又出问题，没想到还是这么多朋友都来参加，可见得大家的真心和热情，非常谢谢大家。关于我们这个诗歌节的事，我们叫法拉森诗歌节，我想海外华文写作恐怕只有一个诗歌节，我们就用这个笔这个名字，我希望把它将来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大家都知道这一个法拉森诗歌节。今天我们很高兴来了很多贵宾啊，刚才有一位贵宾我们忘了介绍他，他要 下午是做我们这个讨论会的主持，就是我们的康利，他在那里。他们都是很好的汉文和各种方面，讲的话跟我们一样非常的交流啊。那今天呢，我在这里呢也没有很多可以说的，刚刚该说的很多人都说了，时间也很紧迫，我就说到这里。我也希望我们这个诗歌节办得非常成功，我们有这么好的主持人，好，谢谢大家。我是真心的谢谢王老师夸了我这么高的一句评语啊，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刚才呢请到了我们的民选官员及他们的代表给我们致辞，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第二段的朗诵环节。这一段呢有两首诗，一首是只要爱着，一首是时钟之歌。这两首诗呢想要表达的是时间对于每个人似乎都是平等的，然而在诗人的笔下，有时候每一个平常的日子呢却都是不可复制的奢侈。为了对时间的追赶，让我们丢下了什么？我们一起从诗中去寻找答案。好的，下面我们要请出的第一位朗诵者，他叫 Yuki， 那么他是一位软件体验和产品的经理，他非常喜欢朗诵。那么他将朗诵的作品的作者是李笑红，他也来到现场，能不能够站起来给我们致意一下？好的，你好。下面我们先请听《只要爱着》。大家好，我想补充介绍一下这位作者李笑红。李笑红，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他是上海交大医科院和南方医科大学教授和博士导师，现担任纽约州州立研究院细胞神经生物研究室的主任，终身研究员。很荣幸能在这里朗读您的作品。只要爱着。下班后喜欢推着孩子，挽着丈夫一起出去走走，在人来人往的街上
或者绿草铺开的小道，看白云，牵着白云，和我们一样在蓝天漫步。听凝神之际，一束阳光轻轻绽放。周末在外出一起吃个饭，看场电影，或者在一处可以坐下的地方喝杯茶，迎面而来的目光常常温柔到让每一句闲聊都散发淡淡清香。其实生活不需要想要的那么多，只要爱着，每一阵风都吹来可以捧着的幸福，每个日子都是不可复制的奢侈。接下来这首诗是《时钟之歌》，那么这首诗的作者是静宇。静宇呢是临床医学的学士和免疫学的硕士，曾经获得全国青年诗歌大赛的奖项。那么表演者呢是来自盛世国际演艺学院的两名啊，一位是学生叫 Yolanda， 她今年只有7岁，另外一位呢是她的妈妈叫 Grace。他们两位呢将为我们带来这首《时钟之歌》。那么盛世国际演艺学院呢是纽约一个知名的影视表演和语言艺术的培训中心，倡导专业训练和舞台实践相结合的艺术教育。好的，我们有请他们两位，准备音乐先开始。这一首是有一个特别的音乐，生命盘里看大家争分夺秒地冲向你，却在命运之手中机械地停摆，除了滴答声，忘了还有什么可以重温。好的，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他们一对母女。啊，小朋友们可能在这个年龄能够领悟到诗歌的内涵还不那么容易，但是已经开始体验到了诗歌的美感。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颁奖环节了。首先呢，我们要请出颁奖嘉宾为我们的三等奖颁奖，有请赵书霞。赵书霞呢，曾经担任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欧洲分会的总召集人，
并且曾经担任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旅居欧洲30余年，出版作品近40部，掌声欢迎。好，我们打开信封，今天的第一位获奖者就要诞生了。我来念。现在我宣布这个三等奖的得者，他的名字叫远在远方，远在远方，很诗人的名字啊。作品是为什么我喜欢写那些鸟儿，写这个天上的鸟儿。评语就是这个评审委员们给他的评语是什么呢？内心自由的呼唤形成了这首诗的张力，并且通过笔尖让这首诗飞翔了起来。这是三等奖的得者，远在远方。远在远方，请您上台领奖。恭喜你，你也是刚刚知道的吧？我们要特别要重视这一点。对，哎，请您留步。对，先合个影。这是您的奖。啊，虽然刚刚知道，今天也收拾的比较利落。除了奖杯之外，我们今天还特别的为他颁发奖金、支票。上面是用你的笔名写的，所以你也存不进去。没关系，可以捐给我。开玩笑啊，谢谢你，恭喜，掌声鼓励。谢谢，谢谢赵书霞。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第二位颁奖嘉宾梁卫宁医生。梁医生是纽约州的医师，82年开始在中山大学获得了医学学位。那么梁医师呢，目前所在的医疗机构是宁心诊所，对于法拉盛文化非常支持，感谢您。专家，各位来宾，下午好。下位得奖者，作者叫思虾，他的作品是《黄昏的冬日》。好的，那么思乡今天思乡了没来，所以呢，我们请一位带领者肖西。我把评语跟大家念一念。想象力飞发到极致，穿梭于文学与图像之间，不仅纤细绚丽精致的绸缎，并且谱出了旋律，回旋摇荡，阅读的感觉非常奇怪，处处觉得似曾相识，却又时时生出陌生感，非常喜爱这样洋溢着诗情画意的作品。谢谢大家。
恭喜。也有这个奖金。圣诞奖奖金是300美金。谢谢我们的思乡，我代表思乡感谢朱伟辉。然后我的确是知道他获奖，谢谢他。我们留影的目的是思乡知道到哪去找你。谢谢你，谢谢。好的，那么在座的各位，三等奖已经发完了。其实我们的奖项并不多，因为我们的评委非常的严格。那么在颁发二等奖之前呢，我们继续我们的朗诵环节。今天呢，我们本来是有一位很特别的印度诗人，他叫 Bharati Nayak， 他本来是要来到这里给我们朗诵的，但是呢很不凑巧，他今天因为一些很紧急的情况呢，他不能够来到现场。但是呢，他这部作品呢其实是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册子的第30页，第三十页有中文的部分。那么他在这个作品中呢，是关于岁月的流逝，如何放飞自我的情感。其实呢，我们今天也想给我们所有在座的朋友们一个机会，如果您觉得您也想上台朗诵的话呢，朗诵一段也可以，两段也可以。那么我们一会儿呢，看谁举手，我们可以请他拿着这个小册子上来朗诵一下这一首诗，属于自己的一天。在此之前呢，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远道而来的一个重量级的专业人士，他是山西广播电视台的播音指导李然，也是山西朗诵艺术协会的副会长。他将给我们朗诵的是《流星舞群》。《流星舞群》呢是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在美国的华裔诗人几乎都要为生活打拼，中年的回忆是五味杂陈，但是心中对于青春爱情的美好回忆从未走远。下面我们请李然先生。啊，李然女士，李默然是先生。还好啊，刚才是一个小误会，我不知道这个作者许鸿云，我也不知道他是男还是女，是老还是年轻，是否来到现场。如果您在现场，我就问您一声好。如果您没有来到现场，我要告诉您，我很开心今天朗诵您的诗。好，《流星舞群》，作者许鸿云。那天听你唱了一首歌，听着听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闪现出新的光彩，就像流星飞过我的星空，给清凉的夜晚洒下几缕光芒。那首烙印心田的老歌，在止水的心头激起轻轻的涟漪。对青春的怀念，对爱情的回味，对生活的无奈，好像都有那么一点儿，一种难言的五味俱全。日与夜怎么就交替得那么快？当我懂事时，所有的时刻都已过去，我只能追逐流星，在歌声中冥想奇丽的童话。我们早已经过了相思相爱的年轮，人生只剩下和家人的相守相望。不敢遗憾美丽的错过，更没有勇气憧憬未来，只希望我的歌声，我的舞步踏着你的歌声飞扬，
我的母亲可以化作流星，长长的尾巴可以在星空中多飞一会儿，多飞一会儿。流星越飞越远，那萦绕流星的长尾母群，就是我心中美若白玉兰的永远的秘密。谢谢 ，Thank you。谢谢李然。好，那么刚才我说了，有哪一位朋友想上来朗诵这一首印度诗人的作品呢？请举手。好几位啊？这位女士吧。好，还有没有？还有一位，这位来，请上来。你也上来，来三位。先到先得胆子真大，连看都没看过。那就反正一段一段这样就可以了，好吗？我一生的远航，不停地向前，岁月在流逝，谁来计量？这是我的宝藏，我无限地在付出，拿着吧。要多少拿多少，但总要留下属于我的那一天。这一天，我会放下所有的担忧，整天只献给自己。这一天，我将留给自己情爱的甜蜜，感情的温暖，让所有词，无论听得出听不出，都要向自己敞开。这一天，我将采摘花儿的粉末，蝴蝶翅膀的色彩，化妆我的脸面，美化我的存在。这一天，我将用歌曲和诗歌来装点我的仪表，从动间鸟儿那儿学会动听的语言。我会向乌云那里借一抹黑色，为了达到更清澈的效果，我将要求雨水洗亮我的眼睛。我会向天空借来一点宽阔，并要求大海分享一点深情给我的诗歌。这一天，我独自一个人，没有丝毫对别人的迎合或猜忌，我将禀受来自天上的照耀。到时，我的内心该享福。这将是属于自己的一天，但愿他就是我最后的夜晚，或者我
最后的白天。谢谢。能不能够跟我们说一下你叫什么名啊？就下去了。念的都很好，对吧？啊，以后我们这个诗歌朗诵节啊，得有朗诵。我是忽然间看到就没有看过你所说的，姓关淑妹，广东人，讲广东话的，下次我拿广东话来朗诵啦。没问题，我都识讲的。我叫张慧珠，我参加过第一次法老盛诗歌节，然后有幸入围我的诗，但是我也参加了第二次法老盛诗歌节，投了两首诗，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被选入。OK， 谢谢大家。谢谢你。我叫张伟，第一次参加法老盛诗歌节，也是诗歌爱好者。那希望以后有机会也学习写诗或者是朗诵，谢谢。谢谢。其实他们三位在没有任何的这个排练和配合的情况下，这样的完美的呈现了印度诗人的这一首诗，我们应该再次把掌声献给他们三位，也足以证明诗歌的力量。可以说每个人其实在您的人生经历中至少都朗诵过诗歌，诗歌会带给你怎样的美感、力量、激情，每一种不同的情绪，诗歌的意义其实早已经烙印在我们的心中。那么我下面呢也要做一个朗诵的作品，我相信现在台下也有一位跟我一样紧张的人，他就是王宇。因为我要朗诵的是王宇老师的一首诗。王宇老师呢，刚刚前段时间是过您的80岁，不说了啊，不能讲了啊，对，但是您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65啊，那么王宇老师呢，他作为一个著名的诗人呢，他其实在创作方面是非常的丰富的。这首诗呢，他特别在微信跟我说，希望我来朗诵。当时我就问他那么这首诗我看了之后，我说到底要说的是什么，写的是什么。他告诉我这是他一生的写照，因为呢他是在抗战生于四川，因为他的父母呢是从南京去的，所以被称为下江人。在抗战胜利之后回到南京呢，这个时候他一口的四川话，南京人就觉得他不是自己人，管他叫四川耗子。到了台湾那就成了外省人，对吧？那么现在到了美国又成了华裔华人。所以他的一生，他觉得自己到现在回到了大陆又成了华侨，于是他就一直在门外转悠。所以他写了这首诗《门外的人》，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吗？告诉王老师，我特别把这首诗背下来了。好，我们能把灯光纸放在中间呢？门外的人，王宇。这个世界到处是门，我是门外捡遗失的人，在黑暗中拾取一线光，在无尽的路途上尽情地抛弃。纵然你是狂人，欲投身雷雨去寻将来，像夜晚枕着怨忧去寻时，依旧羡慕云们潇洒的旅行。他们这些短暂的过客总是来不及赶到终点，
总是匆匆忙忙的。你以前有你，你以后有你，你的生命是一个圆形的口哨，脚步的回声在百年后响起。你不再是个痴孩子，在水里替人画像，把涟漪留给自己。你已启程，去寻将来，去寻一颗流星。母亲曾说，他是你的孪生兄弟。谢谢，谢谢。那么这首诗，我每一次念，到了下一次，我就发现我上一次念的感觉又不对。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它是在不断的去贴近诗人的心灵，所以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掌声献给王宇老师。好的，下面我们就要给二等奖颁奖了。刚才有一位朗诵者说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获奖，好，我们下面一起来宣布。首先我们请出颁奖嘉宾尹锡鹏医生。尹医生1983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86年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又赴美深造。那么在哈佛大学和多间的医院进行选修进修外科，现在是美国纽约的执照医师。他也是热爱诗歌文学，一会儿我听说你还要给我们朗诵。谢谢大家。现在我要揭晓二等奖的获得者，二等奖的获得者，作者白水河，他的作品是《分裂》。组委会的评语是：以旁观者或上帝之名的眼光，显人类社会冲突的百态，是诗人反省生存现象的一个永恒的角度。如果以此角度再去写细化的生活情节时，就会让阅读者有更多切身现象的阅读。希望作者有更多的创作与大家分享。恭喜。那我们请获奖者发表1分钟的感言。谢谢大家。我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写诗，然后大学的时候有一些发表，有一些合集出版，还参加过诗刊社的函授班。但是在那之后呢，我就很多年没有写诗。当时我觉得没有诗我能生活得更好。但是2016年的时候我又重新开始写诗了。我记得那是2016年的2月的某一天，突然心中有很多的思绪就像溢出来一样，然后我就不得不拿起笔把它记录下来。那是一首鱼。我心中有江河翻涌，张开口只冒出一个气泡，那是一个诗的气泡，诗在我心中又苏醒了，复活了。它也将伴着我一直走下去。我感谢，非常感谢评委们把这个奖颁给我，这是对我非常大的鼓励。也谢谢组委会辛勤的工作，向你们致敬，感谢大家。谢谢。好，那么第二名啊，不是第二名，二等奖的第二位获奖者，我们下面首先请出的是颁奖嘉宾周云芝会长。
周云芝会长是资深的记者，曾经担任台北中央社记者、世界日报记者，那么是纽约皇后大学政治学硕士，曾经担任华文作家协会的会长，并获得多次的新闻奖。恭喜得奖者作者李斌，作品的名称《时光机》，评委的评语是：一派天真可喜，用矛盾逆转的语法唤起全篇的精神。科技发展固然能让我们穿梭于时间，然而人的本性更坚固。回到婴儿期，能为自己换尿布吗？承诺是为了超越人的本质，张扬幻想的翅膀，这正是诗人最需要的创作动力。好的，那么诗人现在正在家里换尿布，所以他没办法来，他请纽约六月和诗院的代表 Ashley 上场带领，欢迎 Ashley。 那么也感谢六月和诗院呢，为我们的 Queen's Library 做过很多的捐赠，谢谢你们。奖已经发完了，那么还没获奖的朋友们只能期待一等奖了啊！但是这也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因为谁不愿意在我们诗歌节的平台上，在第二届诗歌节拿到最高的荣誉呢？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好像在我们的设计上面还有一个特别奖啊。好，那么在这一刻呢，大家都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听我说过，我们的诗歌节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超越了美国，甚至像加拿大啊，像一些海外华文海外的华裔华人都来投稿。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希望从他们中间选择一些来宾进行发言，他们也是外州的参与者。那么我们选择的这位叫做纯子，纯子在哪里？来，我们掌声给他。来宾，各位诗友，又是人间四月天，又是一场诗意融融的盛会，请允许我向诗意生活、诗意行走的诗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法拉盛诗歌节组委会给我一个机会能在这里吐露心声。首先，我真诚地祝贺所有获奖的诗人，你们的作品和名字在将镌刻在法拉盛诗歌节的里程碑上，可喜可贺可羡慕。那么我们已经出版了双语的法拉盛诗歌节的专辑，在我眼里它就是一个扇动着的蝴蝶的翅膀，那么它的效应是不可估量的。那么美声朗诵者的美声朗诵把诗歌之美、音乐之美带入我们，沉浸在诗歌的音乐之美之中，让我们的心紧紧的久久的萦绕在这里，深深的沉浸在诗的意境。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到会者都将是法拉盛诗歌节的一粒种子，我们会看到充满希望的田野，万木峥嵘。一位诺奖获得者曾经说过，生命太短暂，我们需要对某些东西付出真诚更多的精力。今天到会的每一位诗友和那些没有到会依旧默默耕耘写诗抒怀的诗友们，不正是有这样一种情怀、这样一种共识、这样一种追求吗？有人说诗歌是灵魂的光，是生命的火。是的，我们来了法拉盛，我们擎着光，带着火，带着我们生命的力量、生命的能量聚集在法拉盛。无论我们走入诗歌的
时间长短，不论我们来自世界哪个地方，无论我们诗歌的成就高低大小，我们聚集在这里，汇成思想的光焰，汇入华语诗歌的源远流长。法拉盛诗歌节，你这年轻的、新鲜的、生机勃勃的盛会，是华语诗歌在北美、在国外的一块闪亮品牌，是我们所有在海外的华语诗歌爱好者走向在北美这块土地上书写新史诗、走向世界诗歌殿堂的大本营。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法拉盛主委会，感谢所有的资助者，感谢为这次诗歌盛会默默付出的人们，我们为我们构建了这样一座华语诗歌的圣殿，让我们心有所属，心有所追求，有所期待。朋友们，今约已至，再约明年如何？谢谢大家。谢谢。刚才我介绍的张立新教授也来到台上，来，我们掌声欢迎他。谢谢大家。刚才介绍稍微有一点点误会，我是来自大陆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我在密歇根大学访学，有幸参加这个诗歌节，非常美好。我自己记得一句话，我自己非常一直念念不忘，就是说，诗人是给时光镀金的人。今天听了几位的朗诵和大家的支持，我自己心里再次真的非常感动，致敬我们的诗人，致敬我们的诗歌节，谢谢。谢谢谢谢，感谢你。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段的朗诵环节。那么下一段的朗诵环节呢，我们将会准备了三首诗：兄弟一路平安，风只带走了季节和城市暴雨。诗歌啊，不仅仅抒发美好的期盼，更多的时候呢，诗歌的力量来自于对黑暗、对于虚伪的批判、对于弱势群体的声援。那么接下来这几首诗呢，就会有这样的主题和特色了。好的，那么我们首先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诗是《兄弟一路平安》。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高兴的是，我们邀请到了几位从国内来的专业级的朗诵家来给我们表演作品。朗诵这首诗呢，是张庭的作品，他的笔名叫散木轩主人，他是华人诗学理事会的副会长。那么张庭博士呢，是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为我们表演的朗诵者是范晓明，山西朗诵艺术协会的理事，全民阅读太原阅读会的副主席，山西深之妹艺术团的团长，有请范晓明。我朗诵这首诗叫《兄弟一路平安》，献给打工的兄弟们。请放下音乐。年就要到了，我要回家，你也要回家。家在山里，在远方。回家的路很长很长，我的思念比回家的路还长。把你的财富装进塑料袋，再用绳子围绕扎起，紧的像一座座不透风的厂房。摩托车以整装待发，孩子和老婆坐在摩托车上，哦，还有几只鸡塞在塑料袋和孩子的中央。这是黑压压的蚂蚁在前行，
这是轰隆的候鸟在飞翔，这是不停息的流水线在转动。老家是唯一的方向，那里有正磕着烟袋的你的老爸爸，还有老妈妈已是白发苍苍。穿过城市，穿过尘土飞扬，回家的路依然很长很长。我的思念比回家的路还长。兄弟，一路平安。我也想回家，我的家在远方。我回家的路很长很长。我的小妹依然是我离开的模样，她的头发很长，比我的思念还长还长。兄弟，一路平安，一路平安。谢谢。谢谢，谢谢范老师的表演。下面我们请出的是尹锡鹏，刚才我们的颁奖嘉宾尹锡鹏医生呢，给我们朗诵的这一首《城市暴雨》，作者是库勒，加拿大诗人。他的作品呢，具有新诗的散文化和戏剧化的表现形式，掌声欢迎。谢谢大家。首先呢，我再介绍一下本诗的作者库勒先生，他是加拿大的诗人，他的诗作风格清新，兼收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的精华。近年来呢，他尝试新歌的散文化和戏剧化的表现形式，他的作品受到众多读者的好评。他的这首《城市暴雨》是一首短小的散文诗，本诗以某一城市的一场暴雨为主线，引发出一系列的联想和感慨。整首小诗文笔流畅，一气呵成，寓意深刻，耐人寻味。下面请欣赏《城市暴雨》。昨夜，我熟悉的城市，暴雨滂沱。天晴后，到处散发着欺骗的味道。世界因此变得不够明亮。许多事物似乎仍在发光。于是，我钻进城市演进的历史，发现原来没有解决好积水的问题。明槽里的积水会发臭，暗沟似乎显得体面，在深挖的口子上添土，十年后的树木茂密葱郁。我不知道更相信谁，是眼前这座繁华的城市，还是一场揭露真相的暴雨。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来的这一个作品是《风只带走了季节》，作者是寒山老藤，他是来自于纽约布鲁克林的诗人。那么他的诗作呢，在融合中国古诗词的意境美和欧美现代文学的人情人性美方面有很突出的特色。为我们的表演朗诵家常红，是中国黄河电视台的主任播音员，
那么也是山西省朗诵艺术家协会的副会长，多次在重大的播音作品获得过国家和省级的大奖，掌声欢迎常红。好，非常高兴今天和大家欢聚在这里。在朗诵这首诗之前，当我拿到这首诗的时候，我知道这个诗的作者叫寒山老藤，这个名字就挺有诗意的。很荣幸在演出前我也见到了寒山老藤，他就在现场。请您站起来示意大家一下。哦，对，我知道您这首诗，诗的背后有很深刻的这种感悟，希望我的朗诵能把您对人生的感悟和诗意跟您抒发出来。好，谢谢。啊，请起音乐。刀风随意游刃秋叶，不在乎谁是旧朝老臣，风光不在的枝干横眉竖立，秋色透背的落叶在努力洗白，风带走了季节，而季节带走了你的生命，你为季节而生，倾情上演了一场盛大的演出。剧终时，一场冬雪覆盖了所有的残色，我知道你难以安息。转世做头毛驴如何？蒙着眼睛，踩着时光的步子走过春秋，偶尔听听那远处的钟声，由远而近，再由近至远。没有草木兴衰的得失，没有功名荣辱的烦恼，风只带走了季节，或是吹走了一个沙场，不必为落叶释怀流泪。在毛驴谢幕流泪的时候释怀，风只带走季节，而我们从未把握命运。谢谢，也谢谢寒山老藤先生，希望下一届看到你更多更好的作品。好，我们就相约下一届的诗歌节再会。谢谢，谢谢常红精彩的朗诵。接下来我们将颁发一等奖的获奖者，首先要请出颁奖嘉宾 Nancy Hong。 Nancy 是原来国家级刊物五金科技的主编，来美之后呢是沈阳信卓集团的董事长，也是在房地产开发方面做出很多的项目。
作者双一，作品走在地上的人，评语我们经常询问可信的是写在纸上的内容还是人的行为，此诗给了回答。一张国纸是值得质疑的，不过生命中的登高举物让我们有更高的行为展望，这是一首反诗意识浓重并在诗意处理上很得当的诗。恭喜双一。双一呢是专程从夏威夷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过来，那么特别要宣布一下，这个奖金呢是800元啊，基本上这个机票应该 cover 了吧。恭喜你双一，请你给我们说一段获奖感言，一分钟来。谢谢诗歌节组委会，然后谢谢评委的老师们，这一首诗能获奖我觉得非常的意外。因为我那个交作品的时候，我想这一次我是凑热闹的感觉，所以我非常感谢评委老师对这首作品的肯定，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我从夏威夷飞过来，我感觉能认识很多的文友老师们特别的高兴，因为诗歌给我的生活增添了维度啊，它能够让我低头沉思，也让我抬头仰望，然后它能够把细微的事物放大，然后把巨大的世界缩小。所以夏威夷与纽约5000英里的距离就被诗歌给消失掉了。我感谢诗歌节，然后我希望以后能够继续认真的生活，安安静静的写诗。谢谢大家。谢谢，说得很好。好，下面呢我们就要颁发的是今年特别设立的翻译奖了。那么首先要请出我们的颁奖嘉宾，既有大师哥也有大师姐王瑜，王瑜主席。招寒，作品四月的伊斯兰堡，评语诗人很传神地表达一个普通人因为经常读到媒体的恐怖主义报道，当他面对街头上的紧张场面很容易联想到亲人的安危，译者颇能抓住原作的情感，但在用词上有几个地方还在推敲，更进一步就更好。哎，请客，快上来！我看到招寒，我是说你要请客，快上来。感谢组委会啊，感谢各位评委的厚爱，得奖非常非常的意外，实际上，这首诗实际上是去年写的，去年我们去了伊斯坦布，然后当时那个城市给了很震撼，让我觉得，
不太一样，跟美国非常不一样，但是一个非常美的城市，有许多东西。因为当时正好是他们政变结束之后，visa 还不太容易拿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感受。那是一个非常让人振奋的城市，很多事情在发生，包括革命。所以当时非常震撼，写了这首诗。我这首诗当时我写的是中文，翻译的时候呢，我翻译的我女儿帮我做的 proofread， 因为她也有英文写诗。后来我跟她说，我说你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吧，这样顺便可以学一下中文，就是这样子。谢谢大家，感谢各位评委的厚爱，非常感谢。谢谢。那么同样，组委会让我特别要宣布，这个奖金也是800元，恭喜你们。那么在颁完了一等奖也有这个翻译奖之后呢，我们还剩下的只有特别奖了。在此之前呢，我们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段的朗诵环节。这一段呢是有三首诗，叫做烹诗、连接号和分裂。作为法拉盛，可以说也是在短短的20-30年间成长为纽约一个非常重要的华人据点。但是美国这片新大陆上的移民，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在美国谋生的同时，其实大家可能都有过力保心中的追求，诗和远方的一个初心，都有过安足立身、立足安身、取得绿卡、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一些奋斗的历程。这些可以说关注到国家的各种政治社会问题，种种的挣扎与思考也被诗人写入到了诗句。下面我们就请我们的三位朗诵者来表达作者的他们想要传达的含义。首先第一首诗是烹诗，作者是陈金茂，朗诵文荣。文荣是来自于福建的新移民，目前呢是在新泽西从事餐饮行业，他也是一位诗歌爱好者，国际田园诗社的成员，掌声欢迎。大家好，我是文荣，然后今天为大家朗诵的诗歌叫烹诗，作者是陈金茂先生。在第一次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诗人，隐约觉得说应该是因为对生活充满的热爱，然后有非常有活力的一位年轻的人，也许会是一位像我一样的美厨娘。但是当发现那个诗人是陈老师，是年过花甲的陈老师的时候呢，我突然间想到当他第一届法拉盛诗歌节，他是作为朗诵嘉宾在现场，因为身体的不适，他是坐着为大家朗诵的。当时他读的诗我已不记得，但是他在场的他的声音、他的表达、他的那种情感是深深的印在我的心里，所以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读到他的诗篇《烹诗》。下班了，一只锅碗瓢盆的交响曲在厨房里飘。哦，还要写一首抒情短诗投给《明日时报》。一台电子笔记本电脑被搁在案板一角，灵感在油锅里奔跑，思绪在菜场下翻炒。铝勺不断磕碰着锅沿，蹦出一个个响亮的韵脚。构思被刀一节节的切断，又让联想一节节的串好，
本然发现一行成熟的诗句，操起油腻的勺子就咬。请品尝，品尝我的烹饪。诗里有菜的清香，菜里有诗的味道。时间呐、啊，被铸成金条，一份光阴可以掰成两份创造，一份是血，一份是脑。谢谢大家。接下来这一首是《连接号》，有请我们的朗诵者金兰。金兰是海外华文作家笔会的会员，掌声欢迎。下午好，下面与各位分享珍妮的作品《连接号》，入籍有感。从此是华裔美国人了，在华裔和美国人之间深深埋着一条看不见的连接号。那些漫长的岁月，走在这条连接号上，如履钢丝，每一步都与平衡纠缠，在足底探寻前行的支点。细小的连接号如扁担，两头承载汉字英文水墨油绘阴阳法规。故园家园孰更重，绿茶咖啡各有苦涩甘香滋味。细小的连接号将两颗珍珠串联，华裔-美国人 Chinese American，怎能轻易切割？切断了，珍珠就会遗失散落。接下来这首诗叫《分裂》，作者是白水河，朗诵老山羊。你看多有关系啊。老山羊是1955年生于上海，出身于京剧世家。掌声欢迎朗诵者。大家好，我给大家朗诵的这首诗是刚才二等奖上来的我们的女诗人白水河，题目是《分裂》。肤色不同，信仰不同，政见左右不同，来源国不同，教育观不同，性别不同，据说已有6种。持枪或不持枪，或枪的型号不同，种种不同在交叉组合。不知这国是否有人彼此认同，不同的国度、制度、文明、语言、风俗不同，
有时指责就算沟通，贸易成了武器，而用上帝的眼看下来，这广大地上的小小人们一样罪性，一样生老病死，一样良知尚存，一样向往永恒，有何不妥？谢谢。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颁奖典礼进入到最后的环节，也是高潮部分了。下面我们将会颁发特等奖，特等奖也是我们这次法拉盛诗歌节里面得分最高的一个作品。首先我们要邀请我们颁奖嘉宾，特别要介绍的是这一次的特等奖由乐俊明颜赛红基金会赞助。那么本来呢，我们是想请鼎工文学大家王鼎钧先生呢来颁奖的，但是鼎工呢因为身体抱恙，所以呢今天没有出席。但是我知道他的夫人这个王底华女士是在现场吗？您好，那么我们想请您跟我们本次诗歌节的严厉主席一起上台来颁发这个特别奖，有请。我们特别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舞台上充满的这个春意盎然的，都是我们鼎工啊特别有心给我们送来了鲜花作为点缀谢谢他。特别奖作者陈于燕，作品汉人，评语将以定型的共识点化成新颖的构思，结尾三句尤其精彩，通篇识字用了较多，使得意象重叠，加深读者的感受，口语使用灵活，强劲有致，并且渐渐烘托出诗的景观。谢谢。那么今天我们获得特别奖呢，他本人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他请他的母亲为他带领，掌声欢迎。特别说的是，我们特别奖的奖金是1000元。奖典礼和朗诵会呢圆满结束，下面我们请所有的获奖者、朗诵者、组委会成员全部上台合影。